小表弟，小表弟，今天老妈没在家，我们赶快一起来开黑打游戏啊！哎，小表弟，你怎么啦？怎么还趴在地上了？表哥，我头痛，胃也好难受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是不是吃什么东西吃坏肚子了？没有啊，国庆节期间我就吃了几十个汉堡，喝了几十杯奶茶可乐而已。我去，你这饭量简直比猪还能吃。把这些油炸食物当饭吃，肯定是生病啦！别着急，我可是有名的兽医啊！呸，不对，有名的神医。这边让我进入你的大脑，帮你看一看。哎，这就是小表弟的嘴巴吗？话说什么味道？也太臭了吧！表哥，赶快起开，你踩到我舌头上了！我去，小表弟，你的舌头怎么变绿了？你是吃色素东西吃多了吧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我就帮你免费做个口腔清洁吧。这边看我把没消化的食物还有口水帮你清理干净。好家伙，小表弟，你多久没刷牙了？怎么都是大黄牙和菜叶子？也就一个月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好吧，伙伴，你们千万别学小表弟，一定要按时刷牙，不然就会变成他这个样子的。OK， 这边看我接着帮他装上一嘴五颜六色的牙齿，这样出门回头率那绝对是100%。哎呦我的妈！走，我们再去大脑里看一看。我去，他这脑袋里面怎么还长瘤子了？算了，这边看我先用手术刀给他取出来，然后再装上新的组织，就能恢复正常了。